我后来发现哦，终究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是有 DNA 的不一样。今天我跟国民党会谈不拢哦，是卡在这个政治价值。现在心情就跟蓝白河一样卡卡的，柯文哲不想当举白旗的战犯，秀出三份互比式内参民调，不管怎么比，柯文哲都赢过侯友宜跟赖清德。把郭台铭先生还是放在民调当中，作为竞争者，那这不是跟我们本来要大家团结在一起、整合在一起不一样吗？这样的误差偏误有多大？大概5%。领先柯文哲有一段距离啊，爱给你家己做的哈，还不如参考外面做的。国民党发声明批评民众党公布的民调分三组，柯赖郭以及侯赖郭，这题目设计明显跟主流不同。侯办也批自行花钱委托民调，不就等于把内参民调当文宣使用？不甩合作大门还没关起，双方持续隔空校正。合作我是要打赢这场选举嘛？他的逻辑也奇怪，他只是想把柯文哲并掉。如果没有办法跟整个球队成为一个完整的默契，强力的打击是没有办法赢得胜选。蓝白谈不拢，党主席朱立伦搬出柯文哲坚持的全民调，再提德国模式，也就是比政党支持度。尤其德国式，它就是一个全民调啊，由侯柯对赖萧，或柯侯对赖萧的结果占一半，另外一半是政党的支持度。赖对柯嘛，赖对侯，这个哪一个胜率最高啊？这难道会看不出来吗？蓝白谈判换民众党下最后通牒，这周末火车就要起航，基层焦虑感爆棚。如今蓝白台面上的对垒，也让这场联姻似乎成了强摘的果实。《镜新闻》综合报道。